朋友在扭起来了。啊，就你要往前一点吗，小朋友？可以来到第一排，那边拍不清楚了，你可以来前面拍。小朋友，不要，这会儿不要害羞嘛。你要记得叫你妈妈起床投票，你要帮你妈妈调闹钟，一早起来就去投票。OK， 三号谢志峰，我们就。跟姐姐一起去投票吗？她住这附近而已，跟弟弟一起去投票。